哎，你上去出手的时候压四次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下来的时候再压四次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两个手臂一起，两个后背两条肌肉同时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还可以更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来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这个时候要不要压？我不知道啊，大家想想啊，前后胯，好，后背，看一下，前后，前后，平胯，平胯。戴上手，平胯，戴上手，戴上手。接下来到了膝盖了，那么膝盖这个基本功呢，丹丹老师练的呢是鱼。膝盖这个基本功，丹丹老师练的是鱼。那么呢，男士可以不用练鱼，明白吗？练的是女士啊，女士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鱼。膝盖运动，胯、胸、脚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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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内、往外，换一个脚，脚踝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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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踝。好，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往内。往外，带上手，甩起来，往内，往外，对，这里要保持胯打开，胸打开，肩打开，保持住，这是芭蕾手位。然后芭蕾手位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指的话，五个手指有三个手指并拢，这两个手指是爱心，这样的手型。好，我们保持手型左下方，然后呢捧上头顶，然后放下右手再打开，放下左手再打开，然后再放下来。